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，我是安东尼，我是 Raymond， 我是 Jake， 还有我们的小毛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 video 里面呢，是想告诉大家，很多人会好奇说，哎，我们最近到底在忙什么？其实呢，我们是想尝试不一样的风格去完成一部作品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的风格呢，我们的 Jam 就是跑那种 feel 的，比较。华语怎么说？惊悚，对，比较惊悚，而且很烧脑。其实这部作品里面呢，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去想它的 storyline 啊，它的故事连接，尤其是故事连接方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而这部作品呢，我们取名为《保姆》，我们会分成三部来拍。我们的首映呢，预计将会在10月13号星期五上映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完整的情节的话呢，完整的故事内容的话呢，记得守住。So， 现在呢，其实我们已经有在招聘演员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当演员，或者是你想要增加你的个人知名度的话，那么就可以 DM 到我们的这个 Facebook， OK， 然后就咨询一下，就我们会安排面试时间让你知道，然后你就可以来参加面试。如果你真的就非常有天赋的话，我们一定会选到你，然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。OK， 那你们各位观众呢？如果你们需要说想要跟进我们的这些进度啊，还有看我们的 progress 啊，我们的幕后呢，你可以去 search 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 hashtag 保姆hashtag 保姆。14 OK， 这是我们的这个 hashtag， 你按进去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行程。然后呢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，也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讯给大家。所以在 video 结束之前呢，我想对一些人，就是曾经我知道看这部影片的有一些人，他们曾经知道说我有制作过影片，我很感谢他们曾经给我的信任，所以我想这一次再一次回归，而且我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记得你们的分享，你们的 like 是我们的动力，所以谢谢你。